们今天要来吃吃看这个韩式炸鸡好不好吃？这个韩式炸鸡超多的，韩式炸鸡，然后蔬菜跟台湾不太一样，然后咖喱，这个很像咖喱，然后炸鸡，然后炒面，韩式炸鸡感觉超赞的。我妈也没有吃到，然后但是呢，这是可丽饼，然后还有一些酥食，还不错。好吗？好了，然后这是我们的 kimchi rice， 超赞的。所以妈妈其实有很多可以吃，炸鸡店反而有很多可以吃，这是蛮酷的。对啊，还是纸的餐具。我妈在说这个纸的餐具。然后这是我的炸鸡。因为妈妈不吃炸鸡，妈妈只吃那个素的。超赞，超好吃的韩式炸鸡，它这个蔬菜也是超好吃，超会炸。反正英国超爱炒东西啊，炒饭也是不错，蛮不错。重点是这个鸡，但这个鸡肉是偏比较硬的，不会像台湾那样软软的，所以。看大家喜欢吃的口感，它比较偏鸡胸肉那种感觉。妈妈今天带我来吃下午茶店，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优格青瓷的，然后还有一些 desserts， 然后一些茶类的。我们点了一壶茶。不确定可不可以续冲就是了，但是它还有附牛奶。我们点的是 Earl Grey， 这个茶具好可爱哦。等一下我们又会去买茶，然后这个是它的杯子，够注意哦。今天来吃这一家，超像真的有英式下午茶的感觉。然后这是凯撒鸡肉沙拉，然后这是我们的 Earl Grey Tea， 然后还有 Full Milk， 然后还有 Full Tea， 然后 Berry Cheesecake， 感觉是蛮赞的，很梦幻的感觉，很像看童话故事，然后盘在冰箱。然后这个是妈妈的，妈妈的应该是 Beans with some egg maybe。感觉，但是不确定这个豆子里面到底是加了什么。对，大致就是这样，蛮美的一餐。这一家感觉有超多东西可以吃的，妈妈有福了。重点是有 fish， 妈妈看到 fish 就整个很开心。不知道有没有虾子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去。然后这个 gold cheese 感觉不错，很赞。这个应该是什么羊肉丸的，所以妈妈不能吃。然后这个是为了妈妈点的炸鱿鱼餐，这是我们点的 non gluten 什么 cheese 还是 chicken， 反正这主要是 chicken pizza， 看起来也不错。对，它是什么 rosemary 鸡皮，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分食这块 pizza。Yes. 这个是妈妈少数可以吃到西部的时光。西部，妈妈应该感到快乐。西部，妈妈应该已经感动到哭了。没有，这是我特别帮妈妈点的，感觉应该蛮好吃。刚才的披萨超好吃，现在的应该也不会让人失望，开心。我们今天来吃这一家店，没什么。他们的餐厅都没什么人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现在不是晚上，晚上可能会比较多人吧。我点的是一个居家的 steak pie，steak 的 pie， 然后妈妈一样又是 fish and chips 本人，但是这一次多了两种酱，还不错。对，这个一切开，牛肉直接整个爆喷出来，
牛肉酱，还有牛肉块，不好喷出来。然后这个是熟的奶油白菜，然后这是非常绵密的马铃薯，奶油白菜难得吃到熟的。然后这个应该就是牛肉酱、牛肉汤。然后妈妈说她今天的这个酱也很好吃，然后那个 fish 炸得很不错，所以这家赞。赞。今天来吃面包，这个印度菜超级浮夸，这个白食超浮夸的印度菜。然后这是他的 menu， 跟一本书一样厚，超浮夸，超多东西可以点。刚才有听到有人打电话来定位。然后饭还有种类可以选，然后面包也可以选，然后这是配菜嘛，然后主餐也有很多可以选。哇，这里有超多面筋子，超浮夸。对，还有点心，但是我们今天应该没有要点点心。这边这家店还给我们柠檬水，发现柠檬水真的喝起来比较好喝。然后这个是 mango lassi 吧，好像是什么优格还奶的什么的，对， mango lassi 是冰的哦，很赞，冬天喝冰的超赞，应该等一下配那个辣辣的，这样子喝起来很赞。 mango lassi 这个是纸吸管，很环保。对，他们这边很多都用纸吸管，然后有一个很可爱的小装饰。可能分享他帮我们换大盘子，然后这大盘子还热热的，然后餐巾纸帮我们拿起来，然后这是妈妈点的 curry fish， 然后这个是 lamb， 我点的 lamb 应该是吧，我们等一下再仔细看一下，发现一个 fish 一个 lamb， 然后这是 rice， 然后这是 garlic bread， 对，超酷的这个。超级酷的面包，超漂亮。好，然后这是我的 mango lassi， 超级香，香到爆。嗯，这道羊肉，这道羊肉炖的超嫩的，超级无敌嫩，然后就微辣微辣，没有特别辣。然后这个米就是有加一些香料，然后米是比较硬然后细长的。那这个优格。芒果优格也是很好喝，它那个里面的那个优格有一点像，有点像乳酪，又加一点优格，然后又加一点优酪乳的那种感觉，反正酸甜酸甜的。然后这个鱼，咖喱鱼也是很不错，但汤比较稀，这个汤比较浓稠，这个汤比较稀。然后鱼肉是这样子。也是蛮嫩的，好像煎过这样。对，好像煎过这样，然后不会太碎，就是一下就散掉，是蛮 Q 弹的。这妈妈给我试吃一块这个饼，这个饼就是这样，你看这有空气，然后非常的 Q， 非常 Q 的一个烤饼，然后我们可以沾这个酱，或者沾这个酱也可以。然后这个酱就是鱼的酱比较清爽，然后这个酱味就是比较有重口味的味道，比较稠，然后这个比较稀，但是有奶油味。对，然后我现在沾这个看看，妈妈说推荐我吃这个看看。这个就是那种蒜香软囊的味道，然后上面有一颗一颗蒜，然后非常的 Q 弹，你看这样很 Q 弹。